我们明白这个事实，财需不需要？需要，适可而止。你明白事实的真相了？为什么呢？道出禅他不需要了，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何必受这个累赘呀？古时候财富是实物啊，金银财宝啊，实实在在东西啊。现在财富是一张纸啊。什么人用纸钱呢？鬼用纸钱，人哪有用纸钱的？抗战期间还用银元，用铜板，更早些时候，那我很小了。我记事的时候还有，大概一两年就没有了。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了。六七岁之前，铜钱当中有个方孔，那一个钱叫一文钱。到民国了，那个钱少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还是管用，民国出的铜板当中没有动了，比那个钱大一点，上面当十文，就是一个铜板换十个铜钱，那一个铜板很管用，一块钱是300个铜板。管用啊，真值钱的。通常是供着给外面做工包工，一个月大概是2块钱，2块钱他就能养家。就那个钱真值钱。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全用纸钱。所以搞清楚、搞明白之后，确实，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多快乐多自在人到无求品自高幸福美满是从知足常乐这儿得来的没有忧虑，没有牵挂。现在说说没有压力身体没有压力，心情也没有压力，你生活就很快乐生活的目的这个很重要，我活在世间干什么如果没有目的很痛苦人生没有目标像船在大海上究竟往哪去不知道那个是没有快乐可言人要有方向有目标，我们今天找到目标，遇到释迦牟尼佛了这找到了我们的方向在西方，
我们的目标在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一部经专讲这个问题啊，专门为我们做详细介绍啊。这个地方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饮食自在，啊，确确实实，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真正吃东西的人，啊，所以莲花化身不是太深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这就是法性身，这身从哪来的？从自信变现的，本无饥渴之苦，所以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但为易乐而食也。啊，这个是比拟，不是真的。啊，故见色闻香，以意为食。不是真的是